手机里桌面背景是我们，床头的照片也是我们。你说那件衬衫和那件牛仔相衬，我并不习惯一个人，这里实在没有人称。偶尔看着你的动态，但我真的没有勇气过问。你会不会想我？会不会打听我？听后是否觉得失落？让朋友们胡说，配合着我做作，其实我过得像泡沫。我也时常听说，听到就会失落。假如你过得不好，我也难过。无论你分手时表现的是怎样冷漠。会不会打听我？听后是否觉得是我？